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小花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要给大家拍的部分是关于最新的天意会选哦，天意会选居然会倒退，天哪！好的，那个千呼万唤没有使出来是我们的第四期的天意会选，没想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又倒回去变成第二期了。哦，我的苍天啊，就是洗澡水的部分，我一直觉得第二期的天意会选真的不怎么好看，可是没想到，哎，好吧，既然出了我们还小秋哦。那个你可能觉得我的声音有点 KK 的，对，我像是感冒音，大家记得多喝水穿衣服，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感冒过了，现在感冒觉得有点不适应了，这会影响后面拍的片子吧。我唯一庆幸的是今年的片子我都拍完了，这是今年要拍的最后一部要上线的部分了，所以好了，从那个上一次抽完之后呢，就是那个上一期出完之后，抽完之后我存了642张，目前在我们帮派中我是最多的，因为比我小那个是639，那有什么区别？好了，我们新的天意会选的部分呢是这样的，我出了两个元旦的礼包啊，这个我偷讲一下两个元旦礼包的部分，其实它只有2天的时间，按理来说要补充帮供的部分，还有包括白小生啊，包括不过狼文的部分，这个三个自选礼盒等于6个哦，其实这是可以买的，永久限购2个，哎，可以买2个，可以买8个，好的，这是可以考虑买的，这还算勉强勉强过得去了。但是如果你不考虑买这个元旦连场礼包的话，你就买这个就好了。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相应的补充一些我们需要的，一些资源啊什么部分的。但因为这很有机会开到比那更好的部分呢，所以其实这个更好。然后还有那个888的那个礼包其实是可以买的，就是那个元旦超值礼包，基本上榜点的部分礼包都是可以买，所以大家不要太吝啬的部分。我想大家太吝啬会被揍。好了，我要在抽之前先把这个图留下来哦，不然我的图就没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称之为那个洗澡水的部分哦，目前的部分是这样的。哎呀妈，看一下怎么样。那我们下面要开始抽，我本来是抽到多少次哦？上一次抽到多少次？596哦，对。然后我不是那个头上这个一直没抽到吗？哎呦，我的台服运气怎么没有那么好的感觉？我在陆服，我在500次之内抽了3个，妈呀，什么东西？好了，我们的天意会选的是从我们的今天开始一直到3月2号哦，就是到3月2号才叫第四期。第四期的那个时装真的很漂亮哦，就是大家还是要好，我们换的是本期的这2套典藏，就是我觉得还好，真的不太符合我喜欢的审美，但是时装还是要收的，所以要开始抽吧，看看我要抽多少张才能抽到我的这个洗澡水的部分哦，大家记得好好洗澡哦。我单抽其实运气蛮好的，所以我们先来单抽一下吧。耳环，哎，你看，我单抽其实运气蛮好的，一抽一个准。虽然十抽有多送额外天衣领哦。我抽642，看看抽多少，能抽到他那个送的东西都买了。没呀，第一件衣服，然后又抽到这个，这其实蛮可爱的，但是最近不喜欢背背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要把42的那个抽完。我觉得我的那个典藏头饰真的要抽到801必出哎，这两边运气怎么差那么多？这白嫖不白嫖？我看一下啊。好，你看啊，我抽了42抽，除了这个还有洗澡水，我全部都有了。你说我这是什么狗屎的运气啊？诶，我没领到吗？哦，上面还有一个。那通常我都是拿这个，我来换我们的随行人。好了，下面我来10个10个的抽，不是我要洗澡水，这个背后我还好，这个我已经有了呀。你看我10个10个的抽，其实真的还好哎。然后其实我真的还好，还不如一个一个抽。洗澡水，啊！
我刚才是642嘛，四十，我82抽到洗澡水，啊，我们家黄涛疯了，啊，洗澡水了。不是，我抽到洗澡水好像就可以收工了。好，我现在其实就是抽到洗澡水就可以收工了，有82张洗澡水。好，801张呢可以抽到我们的那个头饰啊，所以我来抽到801就好了。然后这一期我就结束了，我结束的时间有点太快。那我真的结束时间有点太快，然后600多张还是放着。等到下一期再来抽啊，慢慢再来嫖吧。老天对我还不错的感觉。哎，他还不给我这个哎。哦，这个一套我还没抽到，顺便抽一下。还没有一套。哎，你看一下这个，一旦抽到就开始了，有没有发现？我看多少次了？好的，这应该是已经一套了吧？对，弹出来了。哎，那个他就是不给哎，哎，过分的。看多少？好来，你看我来抽，然后800是不是？801次不是必抽的必出的吗？这是改的吗？好的，我这是被诈欺吧？这是不是应该要去回报啊？这个典藏是801必出的呢。我要截张图，好，这是我遇到的 bug 吗？我这个还没有抽到，然后再抽抽。啊，这死都不给我呢。哦，有了，完整抽到了。这个部分我要去回报一下，哎，这是801必出的呢。天哪，天一会选出 bug 了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今天抽的部分了。我在82抽到了洗澡水的部分了，然后那个801必出它居然没有出，所以呢我现在要去填报一下这个回馈那个回复的部分呢，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哦，这是什么 bug？ 那是必出的呢。哎，我洗澡水呢？好了，这就是洗澡水的部分。哎，其实洗澡水在那个冰块上面好像看不太出来。我下来。好，我是小花。如果你觉得我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吧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那么下个影片再见啦。